也跟大家推荐一下，其实如果各位你想要网络上或者是书籍哈，你可以去找像这一本的呢，也还不错啊。这文渊阁工作室的那网络现在外面大概有三四本左右在介绍农夫。哦，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，你也可以看网络上的一些资源也都可以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啦，其实有一本书在手上在翻，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好用一点。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比较容易，因为网络上的资料比较零散，哦，你在找会相对比较不容易这样子哦。那这个给大家做参考。